最好是戴个珊瑚。所以英国女房的第一条项链是佩戴珊瑚。英国女王的第一条项链在137页的英国的女王戴的是珊瑚。他讲说18世纪初在英国珊瑚是女孩子们的圣礼，即使当维多利亚皇后即位时，其画像内即是身着一件佛系棉衫佩戴珊瑚的项链。19世纪中叶，幼龄的伊丽莎白小公主即获得母亲的疼爱，她孩提时期所有的照片都佩戴着她那条优雅的粉红珊瑚珠项链。另外再反过来，我特别说，这是巴巴布什，接美国的巴巴布什，布希总统他妈妈，在1993年的时候，他写一封信跟我们说，so many thanks, in the beautiful, beautiful piece of the color, pleasure of color, 他有非常高兴跟那个。在他的这个台湾trip，他非常的高兴，是巴巴布什在他亲笔写的信里面也提到佩戴珊瑚的感谢函。另外1981年的雷根 I remember my first visit to your shop with a great pleasure and your lovely gift was a wonderful reminder of that trip.The beautiful color tree with the image is a face is a work of art and one I wear always treasure. 他非常感谢我们当时用个珊瑚的天然的树，下面有紫水晶的一个 base。他很感谢在1981年的写信的谢函。日本皇家，日本的天皇。在日本的钻石在日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，但是在珊瑚来讲是他们的皇帝，对吧？他们天皇非常敬佩。我这本书在传过去，就是说他的日本的天皇对于做珊瑚加工的人的尊重，就是说他知道怎么样一个小小的珊瑚，他日本的天皇会非常的重视他，来不容易的，来之不易的。但只不过有个重点是，他知道日本也出产珊瑚，但是日本的领海比我们中国小太多了，但是在他们土地里面出的宝石是很了不起的。Mikimoto 珍珠是100年而已，100年前日本没有什么珍珠的行业，但它这珊瑚的话是几百年、500年、1000年，它就有这个产业的存在。而且在我所做生意的40年前的话，当初珊瑚的结构，它们的还比珍珠还有有个规模的，你可以传过去看一看。这是日本的领海，他知道说怎么样尊重这珊瑚。那个宋美龄的蒋夫人，就她戴项链是这个珊瑚的存在。另外，刚才讲说这都是各国家的，现在谈宗教。人家说宗教有五大宗教，那我们就拿着五大宗教来讲。在宗教的话，那个佛教、道教。他有提到极乐国，就是说天堂里面是怎么盖的，极乐世界是什么的。他在佛说的无量寿经里面有提到，很多人都提到珊瑚的事情在上面。他的有那个叫
比如黄金时，黄金池者，底白沙，底白银沙，白银池者，底黄金沙，水晶池者，底琉璃沙，琉璃池也，底水晶沙，珊瑚池者，底琥珀沙，琥珀池者，底珊瑚沙，就种种的话，它在盘若经里面有提到金银、琉璃、车吉、玛瑙、琥珀、珍珠为佛教七宝，同样佛教跟道教谈的话，在差不多佛教道教谈的话，所谓的天堂的这方面的极乐国实验是谈到以珊瑚当个重要的宝贝。另外一种 ，OK， 另外我就顺便讲，就说在慈济，我们公司最好珊瑚，他斗内的给慈济6000粒的最好珊瑚。做了慈济的一个心佛在胸花上，那我们那时候是，免费的提供，送给慈济做这方面的，而且这方面做了很多帮助盖房屋穷人，去盖房屋的经费。那中间有个西方三圣，是，我妹妹还有其他的人一同，就是怎么建了一个当今在，慈济的正堂的西方三圣，我们董连行做的事情，就顺便提到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，我今天把圣经 Holy Bible 带来。这 Holy Bible 不管是天主教、基督教，天主教、基督教，它也提到了有珊瑚的，我勾起来在旁边，也看到说也很奥妙的。天主教、基督教谈到这些宝贝有珊瑚的存在，而且这方面有怎么出自哪一章节、哪一个地方。但当我讲佛教吧，就10亿人口，道教佛教道教10多亿人口，当我讲圣经开圣，天主教基督教摩门教超另外有13亿人口，14人口，回教这有提到有白可兰经，我今天带特别带可兰经，在中国有回民，在全世界有10多亿的人口，所以他一个的，对不起。我讲那个，我刚才跟你谈到说是世界和平，就是他一个有很多宗教来讲，今天有很多战争是因为宗教的彼此的不了解，还是找出都我是跟你不一样的。但很奥妙的话说，所有谈到这些在天堂也好，还是 Kingdom Heaven 也好，还 New Heaven New Earth 也好，就谈到这点了不起的东西的话，是共通的，而且是很奥妙的共通的。是这个东西可以从，基督教徒、天主教徒给予回教徒，再给回来当佛教徒，它是一个很在几千年前是可以这样流通的，而且是共同认可它的宝贵。只要人们了解这方面的这种思想，对于，当今的世界和平的 concept， 这很有意义的。但我们也提供这 idea 给联合国，所以这个东西有它的奥妙跟意义。他也，比如说我们有个好朋友，他说哥伦比亚大学啊，其他大学啊，说研究这方面说，从宗教谈到这些宝贝，可以产生一个共通性，而且跟世界和平有所好有帮助的话，那就我们的珠宝的行业就超脱了所谓的这个层次的，这是可兰经的。那珠宝的珍贵和保养，珠宝珊瑚有很多很多珊瑚，但我们珊瑚，我们有的珊瑚有的是从500公尺、600公尺、1000公尺，跟近海的礁石有点差不同，但这方面是属于500公尺、600公尺、700公尺、1000公尺、2000公尺、3000公尺的这方面的珊瑚，从珠宝的珍贵和保养。你可以体会到，了解这方面事情。我后面这个是有好玩，就是说，那个说中国国史以珊瑚来讲，它整，我看这个是中国出租海岛，它其中有一句话叫，是说，他们干。